飞鱼淋湿了生了病，我可跑不了你啊！哎，我问你，青青的死可和你有关？怎么了？你该不会是因为我把所有的罪责推在了青青身上吧？ 你说呢？为什么要滥杀无辜？他无辜无辜，我不知道。反正你不知道。傅九云，你们好歹同门一场，你就忍心看着他挫骨扬灰？小傻瓜，他人已经死了，你不要自取大辱。这香曲山的山主要是一个墓，我保不住，你更保不住。亏你还是个神仙。 滥杀无辜，轻佻覆钵，算我看错你了。他若不死，没抓到所谓的奸细，你安能站在这跟我发脾气？嗯？哎，下雨呢，大人的被子还没捂呢。 山主交代，明日白河龙王前来做客，一定要好生招待。啊，听说这白河龙王厉害得很。你将这里药丸藏于灵灯之中，届时毒性自会随着元神进到老蛇的五脏六腑。可是，老蛇这几日盯得紧。这你不用担心，师父自会有办法拖住老蛇。师父说了，只要你完成这件事，定会帮你回去和母亲团聚。 弟子定不负龙王所托。哎，你们快点搬过来，过来。我去哪儿啊？把这花搬那边去。啊，小心点啊。快点，快点。 去凝冰殿了，你怎么还在睡觉？行行行，静静静，疼疼疼疼疼！长记性了吗？疼疼疼！还吵吗？不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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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今日难得的热闹，你居然要睡过去。这大家都去凑热闹了，我一个人安静的休息休息，碍着谁了吗？山主说了，今天咱们杂役也可以去相迎白鹤龙王。 你说山主一片好意，你怎么可以辜负？不去。道友啊，哎，你这也叫宝贝？哎呀，哎呀，几十年不见。 这香曲山，山穷水尽了。你我鉴宝论道，见的是货真价实，论的可是真知灼理啊。龙道友，莫非你有本座没见过的稀世珍宝？哎，那不妨拿出来呀，让本座的弟子们也长长见识。哎，九云来了，来来来来。 上前说话，九云啊，来，见过白河龙王大人。香曲山座下弟子傅九云，觐见白龙上仙。 已经被灭的大黎，曾以精工巧匠闻名。大黎有个鬼才，
名为公子奇，此人是个画中圣者，在画里施了闻所未闻的仙法。只要将这画轴展开，见到这幅画的人都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怎么样，道友，我这画不错吧？想必就是把这一屋子俗物都卖了，也抵不上我这一个善骨吧。哼，道友为何发笑啊？哎，我当是什么宝物呢？不就是公子奇一个小小的扇面吗？呵，道友的意思是您也有公子奇的画？哎，我这仙山当中还真是有那么几幅公子奇的画作，身边还就随便的带了一幅，愿与龙道友共赏。赏画。九云，你的画艺最为精湛，你来断断这幅画，看看这幅画是否是公子奇的真迹。弟子孤陋寡闻，从未见过公子奇的画，但见此画与刚才那幅画确实出自同一人之手。好，来，收了我的宝画。且慢，这公子奇的画不但能观之若胜，亦能引人入胜。让我再断断，这画到底是不是真迹？我倒是谁呀、啊？原来是你这个欺师灭祖的杀才。此画乃山中至宝，晚辈特来陪上仙一同观赏。好。上仙莫要动这琵琶，它不是你的东西。况且，赏画只需用眼，无需动手。
道友，如何呀？怎么样？是否是公子棋的真迹呀？的确是公子棋的真迹。不过，本座奉劝道友，择徒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奉命为锦、璞玉魂金之人呐。九云呐，你是不是打扰了龙道友赏画的好心情啊？啊！胆大妄为，冠人上仙，德高望重，受仙界敬仰，却也被不孝小人所害，逃不脱灭迹的命运啊！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还跟这儿撒上野了。退下。弟子告退。来人，把这画收回去。此处风大，若身体不适，先到别院休息吧。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我？你不是认定了是我害了青青，我不是什么好人。我知道不是你，不是我，那是谁呀？你这个小骗子，八成是看我可怜，才这同情。还是说你想趁我受伤，把我丢进这池子里啊？你这个人啊，就是爱开玩笑。我可是一直都很认真的。我认真的想要把一个人留在我身边，想让他忘记那些不该由他承担的责任，想让他在我身边笑，装傻充愣也没关系。可是他总觉得我在开玩笑。我听不懂大人您在说什么。不论你告不告诉我灵灯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得到。随我去了便知。你不是带我来找灵灯的？谁说我是带你来找灵灯的？这幅画是你的了。
这本来就是你的画吧。万宝阁由我看管，所以我走的这一种。我总觉得这幅画跟之前我那幅有所不同。是吗？也许是你记错了。小川儿，这才是你过去的样子。哈哈哈！龙道友啊，今日你我二人定要好好畅饮一番。好，本王也想见识一下你那些能歌善舞的徒子徒孙们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，请上座。您请，请。好。哎，诸位仙家道友，请入座。诺。仙山呐，啊，果真非同凡响啊，处处美轮美奂。山主，嗯，至山有道啊。哎呀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龙道友，你这也太客气了。哎，只是不知道这修仙的生活，真的像表面一样看上去安静平和吗？嗯。楼阁殿宇粉刷一新不难，但是否真的坚实，掀一阵风便知晓了。真金尚不怕火炼，怎会怕一阵风呢？龙道友这些年没见，倒是返老还童了，像年轻人那般冲动气盛，当心做事情的时候会吃亏呀。山主，久居山中，怎拿玩笑话当真了？我这何尝不是在说笑？来来来，请请，诸位请。哎，山主好福气啊！嗯。收了不少俊美弟子啊。唉，徒有其表，不值一提。哦，龙道友收的徒弟，我看来啊，才是个个秀美出众。嗯。师父，家宴怎能没有歌舞？小徒愿为山主献上一舞。还等什么呢？奏乐献舞。诺。
道友。哦。从你弟子的表情上看，想必山中闭塞，平日无甚娱乐。歌舞这件事情，我确实是不好。哦。不过山中弟子啊，有一些也喜欢这样小打小闹，是吗？嗯。哎，龙道友若是喜欢，他可以出来助助兴，耍个宝呗。好啊。玄珠啊。弟子拜见师父，拜见白河龙王。来，起来说话。诺。这是我新收的弟子，当年是大离国的公主。哦，金枝玉叶啊，难怪看上去像个一群之才啊。龙王过奖了。哎，玄珠啊，你之前好像也会一支舞，这次龙道友前来拜访，咱们香曲山也不能失了礼数，你把之前的那个舞啊给大伙儿随便的跳一跳。诺。哈哈哈哈，好好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龙道友，小打小闹，您客气了，客气了，莫要见笑啊。哎呀，谦虚了，谦虚了，去吧。诺。龙道友啊，嗯，我是真没想到你竟然有如此的雅兴啊。哎，你看你收的这些徒弟啊，也个个是绝世幽灵啊。别提了，操碎了心了。
出来吧。你真当我傻吗？你以为我对你毫无防备？你现在倒是有点长进了。这是我们和香取山的事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插手。你和香取山的事儿，我自然不管。我要的是灵灯。你要灵灯做什么？此次我们白河全体出动，而你孤身一人，不过是以卵击石。只有灵灯才可以消灭天元国的妖魔，不管你多少人，灵灯我是要定了。消灭他们又有什么用？你父母人死不能复生。那你可知天元国的妖魔使用离国人才？我只知施恩如山，须以身报。玄珠，我问你，白河龙王重要还是离国人重要？你是离国帝女，你心系苍生，我没你这么伟大。玄珠，你为何如此执迷不悟呢？你就当我执迷不悟吧。你听我一句，你现在赶快想办法把子辰送走，他跟这一切纷争毫无关系。等我完成了我的使命，我就送他走。使命？真的是死到临头犹不自知。他日香取山易主，以你的修为，必定会成为龙王府中美餐。什么意思？子辰只是一个局外人，我不想他卷入其中。你难道不想赎罪了吗？你难道忘了你对子辰的伤害了吗？让开，否则休怪我手下无情。玄珠，玄珠大人真是了不起，不仅会栽赃陷害、暗箭伤人，还懂得自食其果。是你？你没死？青青，公主殿下，暗器的滋味怎么样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是你！你的法力不足以阻挡我的暗器。当然不是我。你这个傻姑娘，这是山主和九云大人布下的局，他们早就发现你的奸细身份了。好了，现在已真相大白了。小川，你也该走了。哎，出口在这边。这灵灯可不是你想拿就能拿走的，这是师父守护的至关重要的宝物，我是不会轻易让你拿走的。山主不过是一个觊觎妖魔灵力的一个贪婪神仙，你替他守着灵灯做什么？哎，青青，送他下山。傅九云，青春，去救子辰，我求你。那你答应我，不要伤害他。好，既然你说了，那我就不伤害他。走吧。你走吧，不要再回来了。青青，此次白河龙王来有涂山之意，这些事你都不用管。你只要知道，你走了以后，等山上的事情结束了，九云他自会来找你。
看来山主道友今天是不打算放过本王了啊。这叫什么话，你我斗法论道是仙界百年一遇的大事，怎能不酣畅淋漓，心无旁骛的斗个痛快。请自来的客人就莫怪在下无礼了。左公子。小川，你怎么来了？玄珠大人让我立刻带你下山。为何着急下山？相取山主跟白河龙王斗法，山中将有滔天巨祸，事发紧急，一刻也不能久留。那玄珠呢？放心，他已脱身。当真？当真。他会等你，一直都会。道友，你若现在认输，我便会带你去琼花海修身养心，如何？这下应该够远了。玄珠姑娘呢？邪术，公猫。公子，这只白虎会带着公子离开香曲山，公子快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只是按照玄珠大人的吩咐去做。公子赶紧走吧。青川姑娘，我们一起走吧。观念小的，小的在山中还有未尽之事，公子赶紧去与玄珠大人会合吧，莫要他等急了。妈妈，快走！
劝，你若现在收手，你还有个活头。你知道吗？九云用不了一个时辰，就能将你那些想在我山中捣乱的弟子全部剿灭。你若现在认输，我还能让你带回去几个，如何呀？你以为我会把所有宝都压在一个娇滴滴的公主身上吗？这颗密龙丹可助你一臂之力，待消灭了山主和傅九云，香曲山是你的，而灵灯就是我的，你亦可不必待在这苦寒之地。